Please welcome Dr. Suyen to give an opening speech.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this event. 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纪念会。 19 years ago, a Chinese young man from Beijing came to SOAS, then called SOAS, to teach Mandarin.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ho taught Chinese outside China. His name was Mao Shuo. Living and working in a Western environment, Mao Shuo had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o discover, and to observe new languages and new cultures, which were reflected in his later life. In order to teach Chinese more effectively, he and his colleagues mad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ing audio. It was then, while he was teaching, he started his writings. Lao Shu's first three novels were written while he was teaching Mandarin at SOAS. His novels, such as Rickshaw Man, Four Generations and One Roof, and his plays, such as Dragon Beard Ditch and Tea House, have earned him great reputations as a language master and a writer worldwide. Lao Shuo was the only Chinese who has received a blue plaque in the UK for his great work of teach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in London. Although he died in 1966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is work has inspired many generations. Today, on the 27th November 2014, we are here at SOAS, where Lao Shuo taught Chinese before, to celebrate the 19th anniversary of his coming to SOAS to teach Mandarin, to celebrate hi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our great honor to hold this event. Thank you.
给老舍提供和创造了极好的教书、读书、写书及帮助友人译书的环境和条件。当时，中国留洋海外的人士不少，但出来教授现代汉语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那时的教书条件与环境与现在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但在某些方面，与现在相比，却是很相似的。比如，在学习汉语的学生的背景不同、需求不同，以及他们的学习目的与的目的不同等方面，那时老舍所教的学生，有的对语言很有研究，比方说对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等，所以。 他们对学习汉语也很有兴趣，特别是对汉语的语音有兴趣。有的是为去中国提前学习汉语的，当然还有的学生已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一定的时间，有着使用汉语的经验，他们是来继续深造的。在学习内容方面，有的学生想念元曲。 有的想学汉书，因为学习目的不一样，所以对课程的需求就不同了。教学上既有一对一的教学方式，也有以小班、小组为单位的教学形式。完成教学任务对任课教师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性，跟现在一样。 学期中，汉语教师们十分繁忙，他们不仅忙于教课，也忙于编写教材，还忙于为了应对和尽量满足个别学生的特殊要求所做的种种其他的工作。根据教学需要，为了有效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老舍先生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参与并编写了林格峰中文教学材料，还亲自录了音。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以外，老舍先生还应学校邀请，开设了主题为“唐代小说”的文学讲座。老舍。 在我学院教授汉语期间，正是中国国内情况迅速发展变化时期。老舍先生身在异国教书，但心里十分惦念着祖国。根据老舍先生回忆，当时他和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他们狂喜；退却了。 懊丧，在伦敦教书的时候，他的生活并不富裕。夏天学院放假时，他就利用这一时间做些额外的教书工作，所以他不能在假期中去远些的地方旅游。为了提高英文水平，更好地搞好汉语教学。 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老舍先生阅读了大量的作家写的小说，他一上完课就到图书馆去看书。老舍先生无论工作还是读书，都十分努力，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特别是在他读书的时候，是那样的专心致志。 用老舍的话说，好像是落在小说阵里了。在伦敦教书期间，老舍为教授现代汉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表彰老舍先生的贡献，11年前秋季的一天。 英国遗产委员会在伦敦老舍先生一个居住了3年的故居门前，授予了老舍故居的蓝牌。
老舍是第一位被英国授予故居蓝牌的中国人，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有外国文字的故居蓝牌，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荣誉和骄傲。90年前。 老舍先生来到我院教授现代汉语，一教就是5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与90年前相比，我们的学期安排、课程设置方法、教学基本结构都与今天的基本一致。具体到汉语教学方面。 老舍先生在这里教授汉语的5年中，培养了大批的懂得汉语的人才。我们很高兴地说，老舍先生90年前在东方学院的汉语教学，为以后的我们的汉语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汉语教学。 是在老舍先生当年打下的汉语教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今天，在全球性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全球性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当今时代，在汉语作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母语，被世人所尊重和学习的时候。 我们怎能忘记老舍先生为中国在外汉语教学方面而做出的贡献呢？所以，90年后的今天，2014年11月27日，我们亚非学院的师生，在老舍先生曾教过汉语的学院，纪念这位优秀的汉语教学专家。 庆祝他对在外汉语教学方面所做的贡献，庆祝他为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做出的贡献，我们感到荣幸和自豪。谢谢。 大家好，I'll just explain in English. I'm reading a short novel written by Lao She in 1937 called Yue Yar, and the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is Crescent Moon, and it's about the degeneration of two young women into kind of prostitution, and just reflection of the times. So I'm just going to read the first bit. 是的，我又看见了月牙了。 带着点寒气的一锅浅金，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一样的月牙，多少次了？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它唤醒了我的记忆。 像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第二部分，那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牙，确实带着寒气。它第一次在我的眼中是酸苦的。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照着我的泪。那时候。 我也不过是7岁吧，一个穿着短红棉袄的小姑娘，戴着妈妈给我缝的一顶小帽，蓝布的，上面印着小小的花。我记得，我倚着那间小屋的门垛，看着月牙，屋里是药味、烟味、妈妈的眼泪、爸爸的病。 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做晚饭。我晓得屋里的惨凄，因为大家说爸爸的病。可是我更感觉自己的悲惨。
我冷饿没人理我一直到我力道越扬落下去什么也没有了我不能不哭可是我的哭声被妈妈的压下去爸哭出声了勉强蒙了块白布我要掀开白布再看看爸可是我不敢屋里只是那么点点地方都被疤占了去马闯上白衣我的红袄上也罩了个没缝金边的白袍我记得因为不断的撕扯金边上的白丝大家都很忙嚷嚷的声很高哭得很痛可是事情并不多也似乎知不得嚷爸爸就装入那么一个四块薄板的棺材里到处都是疯子然后五个人把他抬了走妈和我在后边哭我记得爸的木匣那个木匣结束了爸的一切谢谢大家Lao Shen's piece called Winter in Jinan. 济南的冬天上次说了济南的秋天这回再说冬天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大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是怪事儿。济南的冬天是小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暗室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世？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儿口。这一圈小山，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有天上看到山上，便不觉得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的夜里山草。也许就露起来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百花。像些小日本看护肤，山间全摆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门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
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下气，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谁呢？不解冰，反倒在绿藻的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中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抱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谢谢。So I'm also going to read two passages from Yueyang. 妈妈嘱咐我不叫我别扭，要乖乖的叫爸。她又给我找到一个爸，这是另一个爸，我知道，因为坟里已经埋好一个爸了。妈嘱咐我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她含着泪说，不能叫你饿死。哦，是因为不饿死我，妈才另给我找了个疤。我不明白多少事儿，我有点怕，又有点希望早果然不再挨饿的话。那么凑巧呢，离开我们那间小屋的时候，天上又挂着月牙。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都可怕。我是要离开这住惯了的小屋了。妈做了一长红轿，前面还有几个鼓手，吹打的一点也不好听。轿在前边走，我和一个男人在后边跟着，他拉着我的手。那可怕的月牙放着点光，仿佛在凉风里颤动。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们咬。轿子走得很快，上哪儿去呢？是不是把妈抬到城外去，抬到坟地去？那个男人扯着我走，我喘不过气来，要哭都哭不出来。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凉得像个鱼似的，我要喊妈可是不敢。一会儿月牙像个药壁上的一道大眼缝，轿子进了个小巷。据说有些女人是可以浪漫的挣饭吃，我呢，我缺乏资本，也就不必再这样想了。我有了买卖，
可是我的房东不许我再住下去，他是讲体面的人。我连瞧他也没瞧，就搬了家，又搬回我妈妈和新爸爸曾经住过的那两间房。这里的人不讲体面，可也更真诚可爱。搬了家以后，我的买卖很不错，连文明人也来了。文明人知道了我是卖，他们是买，就肯来了。这样他们不吃亏，也不丢身份。出干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还不到20岁。极致做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还替我做义务的宣传，刚过了几个月，我明白的事情更多了。差不多没见面，我就能断定他是怎么样的人。有的很有钱，这样的人一开口总是问我的身价，表示他买得起我。他也很嫉妒，总想包了我。逛暗娼他也想独占，因为他有钱。对这样的人我不大招待，他闹脾气我不怕。我告诉他我可以去找上他的门去报告给他的太太。在小学里念了几年书，到底是没白念。他唬不住我，教育是有用的，我相信了。有的人呢，来的时候手里就攥着1块钱，唯恐上了当。对这种人，我跟他细讲条件，他就乖乖地回家去拿钱，很有意思。最可恨的是那些游子，不但不肯花钱，反倒要沾点便宜走，什么半盒烟卷呀，什么一小瓶雪花膏呀，他们随手拿去。这种人还是得罪不得，他们在地面上很熟，得罪了他们会叫巡警跟我捣乱。我不得罪他们，我畏惧他们，乃至我认识的警官才一个个的收拾他们。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谁坏谁就占便宜。顶可怜的是那像学生样的，袋里装着1块钱和几个铜子，叮当的直响，鼻子上出着汗。我可怜他们，可是也照常卖给他们。我有什么办法呢？还有老头子呢，都是些规矩人，或者家中已然儿孙成群，对他们我不知道怎样好。但是我知道他们有钱，想在死前买些快乐，我只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瘦，钱就是瘦的胆子。谢谢。是的，我又看见月圆了，带着点红气的一管的前进，多少次了，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圆一样的月圆，多少次了，它带着重重的不同的感情，种种不同的景物。当我坐定了看他，他一次一次地在我的记忆中，他一次一次地在我的记忆中的壁云上写挂着，他唤醒了我的记忆。像一阵晚风秋波，一朵欲睡的花。那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圆，确实带着寒气，
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间上走来走去。
张村一离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还有更多的常见与报酬。杨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愁，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地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有时候，泥蛙会像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着砖头。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或有而无些。况且，在砖头站立后，必然跟着一声交手震。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绝不能后退的，打死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欢吃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叛命的儿女。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那条河或者可以作证，就是那条河都被杨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他叫做小明河，李村的人也马上呼他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路。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要少打几场架，不过是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急着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也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毁把小河的两岸做成时代的象征。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斗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张村子软也会照样的回敬，杜老无心的报复是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在最没办法与忌讳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将那边地震。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就张李两村衰落贫困，那条小河因拥塞而越来越浑浊的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两村对赛年会，对台唱写生戏，菜堂花炮，丧事对方咽口，喜事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无力相见的事，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黑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薄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做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极了他们想着置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活得出名去就饭吃而活命是他们自由习惯了的事入了军队几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了他们便回到家来好像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将河对岸的村子攻击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残酷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办法做村长张村村长的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只很使 张村长伤心愿他的儿子只顾吃香而忘了供给遗存的神圣责任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做了大排长不远前功尽矣的遂便请长假村长慢慢的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中声明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几时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不还压着一村一头张龙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吗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龙我的二小子手下当茶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住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子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就举手喊一声打他二十I'm going to read Qingdao in May by also, obviously. 五月的青岛，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烈也照烈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物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海棠。丁香、桃、李、苹果、铜锣、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需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集团那短短的绿树以上也开着 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着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寄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鹰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鹰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颜明神爽身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金而色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品
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生四海，绿、香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鱼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地走，雁低低地飞，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浪漾的空中，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生四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像飞到天边上，将将能看到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有时这时候遇上风雨雾便还需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想起夹衣就这么合适。但无论怎说吧，人们反正都放狼心，不会太冷的，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什么，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雨衣，何必再去到电影院中找那画意的景呢？这里是初春前夏的和响，海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最先走一步，引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几乎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旅行赴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外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成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忍不住的向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属小孩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的，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马车都新油试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轮体面了许多好在夏天的买卖，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在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迎宾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有事一新油漆匠的交手上马，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
预备啊，忙碌啊，这红着眼啊，等着那易熟的外国啊，战舰于各啊于各处的破人，多载于场上有人影啊，有人影与小亭，身一变比花草还茂盛啊。啊，到那时候，青岛几乎啊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那么，且指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大家好，我要读火葬的一段。他们回到流亡学生的住所，一座破庙里，有教育局局长的话里，他们知道大家曾经营救他们，或者大家还去慰问过他们，而被巡警们挡了回去。他们猜想到了这个，他们散步当作一步走的，极快回到庙中。好一把热雷，委屈和一切要说的话都尽情地向大家倾倒而来，仿佛大家都是他们的亲手煮食的。他们没有钱，没有补钙，可是总知道已经知大家都不成问题，大家有主意，有同情，至少会给他们一些吃食和炒一些干草给他们垫在身底下，一块薄饼，一碗水，一束干草，只需与大家在一处便是天堂。青年与青年间的同情会把苦难变作欢笑与甜美。高高兴兴的，他们进了那座破庙，仿佛是往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走呢。坡墙头上的秋草在夕照下发着一些金光，使他们感到痛快爽朗。远离坡田里不见一个人，莫非大家都搬走了吗？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了吗？更好的地方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座破庙更好呢？不知道是真的，他们这样的喜爱这破庙，假如大家真是搬到一个更好的住所去，那时足以使他们五个人失望。他们几乎是狂暴的、倔强的，到各处去搜索。他们绝不相信大家这样抛弃了他们，至少他们也必须找到一两个人。他们有意志强迫着自己这么相信，这么搜索，必须见到一两个熟识的人，把这两天心中所记住的话，像鲍鱼似的倾斜出来。不管别的，把破庙的每一角落都找到。找不到一个人，他们默默地、极慢地往外走，谁也不敢出声，连咳嗽都不敢。倒好像这座极高的雪山，一个喷嚏就会崩裂毁灭。在门口，他们遇见了看守破庙的老人。他们老人想了一会儿，似乎是想着相隔很久的一件事。哦，他们呢？今天上午都上了火车，听说是上南京还是汉口，记不清了。
八黑流亡学生的车，他们知道一星期只有一次，而且这一次还完全可靠。大家不肯放过这只车去，是当然的。谁远就停在银城呢？他们知道这个，当然也就不怨恨大家的急忙南下。他们对大家没有什么不可见的谅解的，可是他们自己怎么办呢？没办法，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便不由得把对别人的原谅勾销。他们觉得世间并没有同情，没有一切。他们是流亡到一座荒岛上，连共患难的朋友们也驱使了他们。他们坐在庙门外的坡石阶上，太阳快落下去，一群群的灰鸦使之非常的奇怪，缓缓地左顾右盼，争吵可以安息的大树。他们五个还不如这些乌鸦，住在庙中大概可以没有问题。可是住，并不是只有一块地方的意思。乌鸦是可羡慕的，他们自己带着羽毛，他们不能那么卧在地上，连张可以垫在身下的报纸也没有。咱们得先给目前向主义编年的一封向隶书人说，眼睛故意地躲着屏幕前，他不应当跟着咱们受这个罪。隶书人点了点头，他同意这个说法，可是想不出办法来。屏幕前正像一本所顾虑到的，想抗议，他怎么不可以受这个呢？不错，假若有一个女同学在一处，她当然能够自由更方便一些。可是事实既不这样，为什么她就不可以硬挺下去呢？有什么理由不应当硬挺下去呢？她想到了这一些，他有往下硬挺的决心，但是几而疲乏，于是他讲不出话来，不便说什么，他心中反觉得安静了一些，像一个有决心、不多说话的硬女儿。你们在这里别动，曲舍人说着，立了起来。我去看看看，我在这里有一个朋友，看他能不能帮忙。你们千万别动。他的脸上似乎已瘦了一圈，可是还撑着劲儿，把眼睛睁得很大。走出几步去，他又回了一头，嘱咐了一句。可是千万别动。居士人好像把阳光都带走了，破庙门上红了一会儿，空中已经慢慢起了一些停运的黑影，掩去余霞的云彩。麻雀们开始在门楼上低声的啾啾，像一懒得再多谈的样子。看样子我们没法再往下住，金山仿佛专为抵抗那些尖尖的牙，光直相润的头发，使人惊异的细嫩白皙的皮肤，加上最讲究的西装，再加上最傲的前校与最
能卷的话话语，句子短，声音甜脆。他自头指脚，无一处不现出目空一切。超重出群的神气，与配合这神气的修饰，屋中的摆饰布置都非常的雅洁得体，好像每一件小东西都在感谢它的主人的恩惠，而竭诚的为主人服务与烹长。他前卫的吹足花样的地毯，镶有那些细绒绵软的毛儿，疼着他的脚，叫他每个脚趾都落得很，都落得舒服合适。别的物件也都这样从主人得到完整，然后竭尽财力，闪映出笑容的光辉。许些人的胖脚，首先把地毯上的露珠叶盖上了两个大脚印。习贵秋的美微微的一皱，他许些人每看见这个丑妹，仍然热烈的、真诚的，老里老叨给大家介绍。李素人学哲学的好朋友，屏幕前艺术家欣赏才子，什么也不学，什么都不会。一分英文学系二年级，直爽可爱。喜归秋，我的好朋友，思乡最激烈不过，哪里坐坐。喜归秋手中松松夹子的烟，卷轻巧的向沙发上点动，大家的手脚与心几乎完全没有地方放。脸上的泥，血上的土，衣服上的血迹与泥污，本来就足以使一个青年自惭形秽，而这些又是放在这么明洁的环境中，他们觉得那沙发上有一些字，特别是他们难过的是喜归秋，他们的装满了忧郁悲愤的心理。万没想到这个破乱的国家里还能有这样的人存在。有自唱渐的变为厌恶对面的那个明星型的青年，他们愿意一个回到破庙去，那里最宜于他们。正想这里最宜于这个明星少年。屏幕前极慢而坚决地把脚藏起去。金山却故意把两只满是脏土的鞋伸出来，喜归秋的眼角撩到了这只鞋。可是轻快地传向屏幕前去，妹妹就来陪平小姐。她的头微微一点，腮上可有可无的现出一点点笑意，而后把香烟放在唇边，仰起头想着一点什么。我们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还没吃饭。许些人绝对的不管什么是应有的客气，或者几乎是故意的。
家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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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方的。谢谢大家光临，今天我们这个纪念会就到此结束，谢谢。